一般不用啊，除非他把硬盘拆了以后。那不可能。全部还会跑，还好不惨啊，会好配合啊，对。只有他拆了的可能，才会让他重新再激活。发给小宋那边激活。
那个帮他装一半了，那个9.0那个，现在帮他重启了，等重启以后再让他发个远程。对。是。弄好了。
薇薇，他还没发过来吗？
在工厂测。阿东，嗯，你给我一个 MD105，我要停货。什么 MD105？ MD105，在陈总里面吧，你讲一下。就我有一个 BT 要停货。好，那你问陈总聊。这个是你什么车？对，里面的硬盘要包。这个你想想里面的硬盘要多。早上我叫了汉高过来收货，你们想发货可以吗？
你之前不是一直可以打吗？我现在还在装那个 ODIS，现在没有空去帮你搞那个。但是我早上要发你货。先发给 Vivi 那边帮你打嘛。那个打印机添加，你还记得怎么弄吗？先装一下那个驱动，发给他。我让小宋这边帮你装一下，P115B，那个驱动先发到他电脑上。装完要重启。啊？我重新发给你。你还要去添加，然后你过来，你教我。这个解压了以后，右机运行，然后一步一步运行，然后你装完了以后再点开始菜单，然后再到。设备和打印机，要在这里点添加打印机就 OK 了。找到这个 P115B，然后点完就 OK。你先发给 Kelly 那边。
尽快确认一下，估计都要下周一最快。
Vivian，那个工程师说要好了，他那个，对，9:00那个，帮他重新又激活了。就它重启了以后，它那个 TeamViewer 有那个功能，能直接能连上去的。我是不是写香港音或就可以啊？这个都是搞了反好正多次了。不是这个放不进那个箱子。那就可以了，你就直接拍一个。你要这边的重量也要写。重量要发给我，因为他这边那个重量要跟那边的一起算的。可以吧，但你那个图最好是把它拍全了。等一下，他那边要说，你那个 DHL 那个袋子你没有拍全呢。你还有一边那里不是挡住了吗？那也可以吧，不拍也可以，因为他之前是说要拍全嘛。可以吧，0.5是吧？
这些转理，一个十二。还有那个剑那边没收到的怎么办呢、啊？那个，还没有啊。还没有啊，
好。
先放个泡沫到里面，到时候再冰箱，或者你先测完再弄也可以。等一下把它包一下，你先拆完，等一下下午再去包，把那些都拆。
点一下是不是二十个？那个下午也是要跟你一起发，你可以先放到这边。CK 还有这三套，还有你现在点的那个。那五套都撤了是吧？对，你可以先上这个，就是这个也要撤一下，啊，谢谢，好。电脑的要开下去。
Kelly， 你看一下你那个43单那个 iCard Scanner 是从哪里发？那九个可能不够，从这边发。那估计没那么快了。